现今的唱片环境，从事独立音乐创作，是否意味着要忍受孤独，克难生存，还是能在多样的生活当中汲取灵感又兼顾生计呢？本集《公视艺文大道》邀请荣获两届金曲奖最佳原住民歌手奖的杂烙加路，分享他梦想的起点和踏实丰盛的音乐之路。